好，最後一套啦，都係杯麵翻嚟嘅。其實呢套其實我係無啦啦睇咗嘅，我俾一個叫樹靈嘅人逼咗我去睇嘅，因為佢係睇錯咗個動畫 list 點咗我去睇。嗱，講清楚啲啦，其實佢樹沙想講嘅戰鬥選擇少女感染者係黐線，但問題嘅有啲讀到個咩魔法少女大戰。佢寫就寫咗出嚟，就話佢想錄魔法少女大戰。咁我咪睇咯。咁睇完又發覺，咦？跟住佢原來佢唔係想錄呢套嘅，咁算啦 ，anyway 啦。結果就其實得我一個人睇嘅啫。咁但係啱啱，因為佢係煲麵花好快，咁有馬睇埋啦。咁點解會即時叫我睇呢？因為其實因為唔可以話佢中伏嘅，因為其實套嘢我覺得幾得意嘅，即係你個內容嘅就好標準魔法少女啦。咁調翻轉，佢作為一套煲麵花咧，佢就有別於之前嘅嗰一套漫畫家與助手，因為漫畫家與助手起碼都有十分鐘以上啦。佢唔係話得四分鐘嘅啫，咁所以係超短嘅。啊，正常。咁呢個問題嚟啦，魔法少女慣常有咩啊？變身，變身。裸體變身，你講真啲先。都得時間啦。好有分別㗎，變身裸唔裸體都分別㗎，知唔知？咁時間上唔會有分別㗎嘛，係嘛？佢唔會你要做多位，我做多30秒除衫，咁唔會有呢啲嘢㗎嘛。咁佢要變身，咁你而家諗下一套四分鐘嘅嘢，如果又要變身，變身都做咗半集㗎啦。咁所以呢其實變身係變咗一次嘅啫，咁其他位你話 Over 嚟講啦，作畫幾穩定嘅，亦都幾唔錯。咁佢本身作為一隻應該係手機遊戲嚟嘅，咁但係作為一個 Nokia 用家呢，我係應該玩唔到，亦都冇興趣玩啦。當然咁應該剛才我哋睇比較早期，我哋一開始講話講 Love Live 嗰陣，樹生喺度話佢作為一套廣告動畫係合格嘅。點解話唔好呢？因為魔法少女大戰作為一套廣告動畫，佢真係做到好廣告動畫效果。點解呢？大家睇下個 OP， 佢 OP 嘅所有 staff load 都係括住佢係邊一個日本地方嘅負責嘅，即係譬如佢括住係宮城縣啊、仙台啊、東京都啊，咁佢括曬呢啲嘢嘅。好，咁我其他作品係基本上冇人係咁做㗎啦。而另外一樣嘢就係話，佢四分鐘嘅內容入面有時佢播緊呢，係突然間呢個上角呢就唔係有地震顯示，係會同你講嘩，葵達遊戲魔法少女大戰無料下載中啊，大家快啲去 download 啦。其實我覺得呢啲嘢好多作品都有㗎喎，又唔係得一個有。咁唔係我對比下佢啫，咁樣。咁所以就呢套嘢其實當然啦，遊戲嚟講應該就冇乜內容嘅，應該即係都冇乜特別故事嘅。雖然我未玩過啦，感覺上應該都有啲我未玩過㗎，都係啲打下怪嘢嚟啫。咁但係其實你唔需要知道內容嘅，因為其實佢有少似㗎，佢打嗰啲都係打嗰啲禍災神，係禍災神啦。咁佢個表現手法就有少似之前嗰套盲菌嗰套嘅，即係嗰啲發毛菌萌化咗嗰套，嗰啲納豆菌嚟嘅，係啦，佢啲納豆菌啦，係有少少似個即係一個波波咁樣傻緊緊小朋友咁，好似跳下跳下丟丟丟咁嗰啲咁嘅樣嘅。咁個魔法少女就正常動畫設定嚟嘅。咁手機遊戲大家都諗到㗎啦，都幾 eye catching 同埋鮮色嘅。咁所以其實整體上你會話當睇一陣咁樣，有啲正常少少笑位啦，少少啦。即係佢唔係想引你笑嘅，但係你會少有少少小位會想笑啦。笑唔笑？我其實冇點笑喎。睇個人咯，我就覺得隻嘴好煩啫。隻嘴好煩就應該收。魔法少女咩隻淫獸？佢肉獸就隻嘴。咁魔法少女例牌就唔係有魔像嘅例牌，就有淫獸嘅。咁隻淫獸就好煩啦。淫獸係一隻雀嚟嘅，隻嘴就不斷喺度煩。咁其實如果我哋將嗰個聲優嗰啲聲 cap 咗出嚟咧，隻嘴一個聲音應該佔咗成套嘢嘅三分之二啦，差唔多。咁長期都係隻嘴好嘈好嘈好嘈，咁剩低嗰三分一就係女主角講嘢嘅啫。咁因為頭三集呢就仲係得一個魔法少女加一隻淫獸嘅，但四集先會再出其他角色，咁所以暫時就淨係聽到主要呢啲人喺度嘈。我覺得佢啦又一嘢屈返 web 㗎啦，一個人話宣傳仙台嘛，呢套都有㗎，佢呢個有宣傳，即係第一名字係工程員嘅，佢就係咁，佢都計個仙台俾個海嚟睇，有啲嗰啲特色食物同埋特色地方俾睇一睇。即係佢好搞笑噶，人哋打死嘅淫獸咧，即係唔係打死淫獸，打死嘅怪獸啦嚇。譬如你話翻之前啊，嗰套咩《希多利亞騎士》嗰套嘢，打死嗰只怪獸嗰只奇居子，佢碎咗啦，你當粉碎咁樣啦。你其他作品打淫獸，可能你話拿刀砍變翻粒種子啊咁嗰啲嘢。呢套打死嘅淫獸會點樣咧？
好奇怪喎，佢會化成一啲特色食品散落喺成個線台，人人有份，跟住話咦，嗱唔知咩嚟，我都唔知佢啲咩嚟。總之呢個綠色豆類嘅壽司咁啊，大家望上好似係嗰啲叫圓綠壽司咋？你唔係圓綠壽司，總之係一啲應該用豆做嘅壽司啦。咁佢中間亦都有講佢變身嗰啲對白，其實都有融入咗一啲地名落去嘅，即係中國嗰啲詩詞咁樣啦。咁融入地名嗰陣咧，又會影翻當地一啲地標，即係譬如話嗰啲戰國武將嘅嗰啲騎馬將啊，咁融入去。所以其實佢作為一套真係依個係好廣告向嘅，咁但係睇落去又唔會好反感嘅。咁老實講，我覺得依套係好睇過依個漫畫家與助手嘅，即係起碼有少少內容啦、啊。都有內容嘅，其實最尾方有內容啫。上季我哋冇講到 ，Pippa 都係有內容，好有內容嘅天文，你就連續劇嚟嘅添。不過三分鐘啫，每集都係。係啊，咁其實而家越嚟越多呢啲嘢啦，你都冇辦法。就係、是、三分鐘完場，只三分鐘咯，都唔似杯面咁就。杯面都算杯面。諗住戲，即係好似今季嗰套咩《犬神》同埋《貓同學》啫嘛，都諗住杯面戲，即係呢只戲住睇啦，呢套唔得咯，呢套嘢，呢套叫有連貫性劇情真係。唔係，佢其實好簡單嘅，佢四分鐘一套嘛，佢咪將打第一隻怪分開做三集咯。嗯。第一集就係、是。打少少發言，第二集就係講翻日常，講翻少少起末嘅變身，變完身就第三集啦。第三集就打，加打完，打完之後點咧？即係完咗呢節啦，咁三集就完咗。其實你諗翻，即係佢用咗15分鐘，冇啦，13-14分鐘左右啦，佢打一隻怪，咁其實接近翻原本動畫嘅一集嘅，即係短咗少少啦。咁跟住佢之後就再出新角色啦。咁其實佢似比較似係將一套正常動畫斬開幾橛嚟當杯面翻咁播咯，就唔會話好似係四分鐘就可能出幾個四格啊咁樣。即係佢之前啲咩無口的心田同學啊嗰類咁樣係出四格咯。佢其實係偏向似一套正常嘅編短之後剪翻開幾橛嚟播，咁個效果上有少少唔同。咁所以其實調翻轉嘅，大家可以等完翻咗一次去睇啊，或者播。播過一定的集數之後才定期看，可能說一個月看一次啊，一次看四集啊，這樣都可以的。反而一個禮拜你每個禮拜都追呢，就應該什麼都看不到的，效果上也都調回轉是有點不耐煩的。那暫時講到這裡啦，那我們看看完翻各套東西會有什麼不同的表現啦。好。好，拜拜。